现场的各位选手，关心我们武术协会的全体贵宾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首先代表二林镇镇长、副镇长及二林的乡亲，欢迎关心武术的前辈贵宾来到我们二林。这次是由我们中华台湾国术会来主办，我们二林广义宫来承办这个全国性的武术比赛，因为各门各派还有我们各路的高手来到我们二林来进行武术交流，共同为推广全民运动以提升武术的文化来研究。所以从此今天我看到也有很多的学生，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武术可以世代交替，我们可以传承下去，这是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比赛的意义，也是来到我们这里。